好，我们是好吃的少女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吃少女玉言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吃少女刘雨欣。好喝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吃少女戴萌萌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吃少女上官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吃少女安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吃少女戴小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吃少女王承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吃少女刘令姿。刘令姿。今天其实就是说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阵仗，我感觉就有点不一般，因为你们看，就是面前大家这些就是铁锅下面，就是说暗藏玄机，我觉得。而且你看，这是孜然什么的，还有小米辣、香菜。就是说三个字，斥巨资。对，斥巨资。今天一看就有钱，就是感觉为什么呢？其实你知道吗？好吃的，因为是你们有拍过收官之作。哇哦！其实今天我俩第一次，很荣幸，第一次就要收官了。对，开始就结束，很荣幸，很荣幸。你们之前有人就是来过这里？我来过，来过几次？然后来过一次。我记得我来的那一次吧，这个桌子就是只有一个桌子，就这么点儿点儿，没有这么多，就是这个佐料摆在这。这个锅甚至我开头的时候都没有看到，是到后面才上来的。然后今天一上来就是大阵仗。不是那个是啥玩意儿？烧烤架。烤架。烧烤架，哎妈，炫肉今天是吧？炫炫炫炫炫炫。那这边这个就是多功能锅。哎呦，这个多功能锅，不用，锅已经热了，锅热了，锅热了。哎，来吧，咱们直接，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。二三。什么？就是说，叫你是名字，你敢答应吗？挺时髦的，铁锅剪刘海是吧？意思是说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菜呢？啥意思？老师们吃啥？怎么呢？谁的快攻比较好？要我他万一给的那种长巨长的筷子怎么办？啊？就那种比你这还长的筷。等一下，这个筷子，这个豆子和筷子会抹了油。我说了吧？哎，不是长的筷子，我说一米的筷子。我真是个神算子。刚翻过了几座山，你们竟然夹土豆儿，而且这个很像那个成都的那种功夫茶，你知道吧？那种功夫茶，是这样子的。对对对，这不是筷子吧？来，你拿着夹，快点。刘令芝，加油！太难了，我先试一下，先试一下。我先试一下吧。这个根本并不拢。哎，不是，再看看。你就把它拨过去，刘令芝。来，三十秒倒计时开始。什么？有了！他分分钟这一盘都给你夹完了。耶！刘令芝，再夹。够了，够了，夹六个了，但是跑了两个，没事。够了，够了。开快，开快！什么？什么？多谢参与哦，多谢参与哦。虾一份，虾哇耶、yeah! 有虾可以了。卖小妮妮，真棒，卖小妮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这是在打桌球。开始 ，yes， 这样，可以吗？来，就这么干。快速。快点，对对，随便弄就行。哎，可以，随便，一二，快点，对，快速就行。已经成功了，够了，成功了，还意犹未尽，意犹未尽。桌球好玩吗？哎，下来了，下来，顾客，牛肉一份。太厉害了！还有一个，鸡翅一份。好新鲜哦！这个鸡翅，这个鸡翅是麻辣。你看看我们这儿大肉，再看你们那残破的几只虾。来吧，下一轮。哎，你们就随便切吧，切到多少算多少。下手，他不敢。可以。来，在我嘴里量。五到十克。在我嘴里量，我知道。我觉得可以，可以啊，六，可以，完全完美。喂，谢谢，谢谢，
再来一个，两个吗？蔬菜两份，耶！祝蔬菜身体好，谢谢谢谢。蔬菜，我们弄好，我们一起吃啊！我们一起吃啊！哇，上回喜爱很会烧菜，我之前就听说喜爱特别会做饭哎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果然这个刀法就很成熟的样子。Cool。你们把这个有把的那个给我们拿过来，这串串拿过来。这个给你们。对，牛肉拿过去，对对对，这样。这个这样。把这个给我下油，给我炫一下，炒一下，然后再给我烤。玉言，把这个给我扁扁一下，煎一下，然后再烤。别急，刘雨欣，别急。对对对，煎一下，两面煎啊。刷刷，对，先刷烤架。哇，好香哦！刷了一层油就香了。平常会煮饭吗？煮的少，我只会煮什么西红柿鸡蛋啊，做一些冬菜呀。潘姐，你要帮什么倒忙？人工那个叫什么抽风机？还没有面无表情。这个也太香了吧！传奇人体那个什么托牌油烟机，人体托牌。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闷上了，闷上了。哇哇！既然差不多熟就行了，完了再给它。不，我要做照烧鸡腿。咱们这边火怎么这么慢啊？我们可以开大一点，哦，好像起来了点，有了，已经有了，好香啊，哦，有一种，哎，这是我特别爱在游乐园吃那种串串，游乐园的串串就可好吃了。起来过来检查一下我们烤的对不对？我们在温柔的烤。这两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吃。来这边下手了，谁吃？一共就四个，来谁来吃？哇哦！哇，我太幸福了今天。小安琪，杯子怎么办？你吃不吃？给你吃吧。给他们那边夹一个这个。你们分三个人吃，来这里快五个多月，第一次这么快乐。好吃的少女简直太棒了，我希望好吃的少女有第二季。好吃少女奥利给！大家就是说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感觉怎么样？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好，节目组对我们真好，有一种在梦里的感觉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哎，你们平时烤过烧烤吗？烤过，在家里。那你们觉得就是谁才是烧烤小能手呢？我吧，我觉得就是说预言也不错。预言是那个烧菜小能手，喜爱是那个统筹。陈炫也不错，你看都烤好了，我投陈炫，这票我pick陈炫，即刻pick陈炫，他都烤好了，他都。好，陈炫手艺来了啊。哦、wow, ，我先干了啊！真不错，王陈炫，真棒，好吃。我觉得陈炫做的这个虾就刚刚好啊，也不是很老，又很新鲜，虾本来就很新鲜，然后烤的那个肉的那个筋道度刚刚好。要问长龙。哪家烤虾好？当属程炫是个宝，他这虾呀烤得好，怎么好呢？程炫的虾吃完就发。一阵风，一阵风。哎，不是一阵风要这样。
你这么上来，一边放来。嗯？怎么打开了？预言他们打开了，干嘛？别打开，别打开，要闷要闷。刘雨欣是不是你？我举报。你最着急。让他看一下，太饿了。我要吃杏仁花。好点。怎么还不好呢？你把杏仁花给你这个里面能不能行啊？我想吃一个。没熟，可以了，真的。熟，什么？熟了吗？熟透了，熟透了，透了，透了。透了。收汁了啊，收汁就很快了啊。会了吗？收汁很快了，收汁收汁现在还没好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准备 Q 一下陈雅欣了，老师们，陈雅欣做这个酱是真的好吃，一看她就是一个。平时很会吃的人，来你们尝一下。嗯，就是他做这酱，就是蘸什么什么好吃。就我的天哪！把那个铲子给我。这是什么神仙酱？你们看我的酱。你们必须每个人吃一个我的酱。什么啊？嗯。嗯。谢谢大家。好吃。你们吃吃。你在里面放了小葱，这个小葱好好吃。你们快来这边夹这个，好了。朋友们，开饭了。好了。没事，我不吃。来，你们那边两个鸡腿，我们这边两个鸡腿，来来来。对。来来来，鸡腿来了。哇。安东鸡的感觉，我觉得比那安东鸡还好吃。太好吃了。好吃吗？我也觉得好吃。这个鸡是我今天晚上没想到的，我原本以为今天吃的都是烧烤，没想到今天它还有炖鸡，炖的鸡，再加上陈安琪的这个酱，简直就是绝配。你们那边还有牛肉吗？有，马上给你们夹，等会儿啊。我这还有鸡腿，你们要不要？好好吃，快吃快吃，趁热吃。你们都是大厨神，那个肉太热了，我烤不行，但我调料行。你知道我会干嘛吗？我只会煮饺子。刘令姿这种就会是西红柿炒蛋，蛋炒西红柿，蛋炒饭，饭炒蛋，来回炒。就是差不多，这个就是我的水平，就到此了。戴萌上次不是参加过吗？你有想过这次收官之作这么的隆重吗？我超乎想象。你们觉得呢？就是我有没有超乎想象？对，我本来就是好吃的少女，本人大家都是，我觉得大家都是。其实之前就是我特别特别爱看吃播，就是我会经常会半夜两三点看吃播。我当时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我一定要做一期，我就是没有什么顾忌的吃播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。但我觉得今天就是做到了，我既然有吃播的这个时候了，我太开心了，很棒。我之前有在镜头面前许愿过，要做吃播，就是要在。就是青春有你里面就是肆无忌惮的放心的吃给大家看，达成我这个小心愿了。私下里也做到过一两次。没有。嗯，陈轩，你觉得在我们这个节目期间你最难忘的一次上张妮姐老师的课？我可是知道你们在吃小龙虾。对，他给我们这一道烧烤，还有合作舞台的时候，张妮姐老师给他们组点了小龙虾吃。然后真的假的？上完课之后，我们组去偷偷的拿了蹭了两个，对，偷偷的蹭了一下。你说说是为什么？他就是突然吗？对，就是一个惊喜啊！真的吗？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当时就是在这块排队打饭的时候，有就是当时有鸡腿嘛，一人一个。然后那天就是说来食堂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在那说，我说今天肯定晚上吃鸡腿。然后他们就孟瑶跟我打赌，文哲也跟我打赌，他说可能会吧。然后结果真吃。然后当时文哲和孟瑶他们两个就把他们两个的鸡腿全部给了我。那天就是我整个最难忘的一次，因为我那天吃了三个鸡腿，我太愉快了，我太快乐了，我就没有那么快乐过。刘雨欣呢，光顾着吃，一句一言不发，非常快乐，没有时间说话。今天就是我这五个月以来快长毛的，这就是说最开心的一刻。我也挺好，大家吃得开心我就开心，真开心，我真开心。我爱语言，哎呀妈，
她根本不是好吃的少女，她是烧饭的少女，人家根本就没吃，对，一点都不吃，给她吃都不吃，没事，我不吃，你吃一个，你吃一个很好吃，没事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吃一个吧，我真大家都吃了，没事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你吃一个吧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这你都能找着，根本不符合预言，应该划掉，厨娘。喜爱吃的也是毫无形象，他刚刚甚至打了一个，我也是打了一个巨大的嗝，闭嘴刘局。你放咱们所有公演的歌，然后完了随机放，会的人他们上去必须要跳。嗯，都行，什么都行。我是莫阳。突然有点温馨是怎么回事？是吧？包围了，来不及啊，真的是还在走位，原来 Lion 都是肉食动物、对，怪不得地上这么多肉，我怎么站到这里来了，原来是 Lion 组团建，哎呀这人就是睁大眼睛对不对，没有什么好惧怕，Make you really bad guy, just can't get enough. 都会唱 ，I'm the bad guy, making mama sad. 哎呀，忘了，我真的都忘了。Hey, 我有个秘密。什么歌？啊，我的秘密。怎么跳来着？怎么跳来着？你还行。啊能凑成一桌吗？来来来，拼桌。多了。可以，不用了。我们俩吧，我们那寝室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刘烨，预言是不是很久没有做饭了？我太久了。太好了。我很好看。啦啦啦。整个地球有人围着我。这什么歌啊？预言，记忆爆炸。什么？怎么？我怎么有糖啊？暴风！刘雨欣，你只能 solo 了，帮不了你。只有刘雨欣这么认真吗？你干嘛这么认真跳？我不好意思。很认真，很帅耶。要动作啊！
怎么笑？笑成这样？不是。你应该这样，玉言，你应该这样。出发，妈妈，妈妈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要把它吵起来，然后笑飞。这样，出发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在下面等着。然后旋转，接住。刘雨欣在下面，我太饿了。刘雨欣。哎，我觉得突然好感伤啊！你跟上官喜爱上去亲亲的时候，我说怎么有点感动这个画面。好像我突然想到，就是，我们其实所有这一切的开始，五个月之前，其实我们是以吃开始的。对，理解吧？就是迎新会，大家所有长桌，长桌，然后都不认识，然后是以。就是导师们不是给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，然后我们一吃开始，然后今天就是好吃的少女也是以吃来结束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就有很多一样的地方，还是但是也有很多变化吧，大家成长了感觉。对，变得就是说是没有那么精致了，大家。第一次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我吃东西的时候是这样，拿个盘子在那里装，然后夹到自己盘子里回去。假模假式的在那吃，现在就完全不是假模假式，完全不管，一顿炫炫的。对，我一开始是有点偶像包袱的，但后面就是发现算了，不必。对，因为你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，我就发现大家好像都没有，我光有，我感觉好像显着我怎么着了似的。拘谨是因为大家也不认识，不熟，总归希望给彼此留下的印象是现在完全。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一坐下，我觉得这个画面很不真实，因为每个人穿那种什么礼服，然后要么就是我们穿那个骑士服。我记得当时，我以为是来走秀的，我当时就是观察大家，我就觉得就是有那种让我很恍惚的不真实感。但是就是到现在，大家我们就相处了那么多时间，然后每个人就穿着训练服，然后大家日日夜夜的相处在这里猛炫，然后就觉得非常真实。开始可能都因为有距离感嘛，都没有。不可能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即刻就展露出来，但是经过了这么多时间，然后就是大家逐渐把自己非常真实非常可爱的那一面都展现出来了，我就觉得特别好，特别开心。刘雨欣怎么着？我感动到哭了，感动的哭，钻过去流泪，再说就要哭了，就是说是。拍到一个节目收官了。今天早上留点。你们为什么要就是弄得那么感人呀？就是说是。对呀。差点。哎呦。哎呀，突然就很想哭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个蛋糕让人有点感动。哎呦，现在还好来了。今天不后悔啊。这个蛋糕可能是我们就是所有人在一起就吃的最后一个蛋糕了，然后就是大家今天这么多人咱们在一起，那就是每个人就吃一口吧，然后一个 ending。 是王淑慧，大家好，我是乃万。原来你有好多分啊！为什么没有滋啦滋啦？好吃的少女直播结束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真的拜拜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好吃的少女最后一期收官。